在上期视频中，我提到了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，就是在登录一般的外网的时候呢，我不使用 VPN，因为使用 VPN 呢还要连接，比较麻烦。我使用的就是在视频中多次提到的这一款能够自动翻墙的浏览器，就是这一款。我现在就是用自动翻墙的浏览器打开的 YouTube 频道。为什么我直接使用这款浏览器呢？因为它的速度相当的快，能够满足我们的正常使用。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？我们只需要一两个程序使用 VPN，比如说我只需要谷歌浏览器和电报使用 VPN，因为牵扯到我要选择 IP 地址，其他的这些应用呢，不需要使用 VPN。有没有一种办法，让我们能够自动的选择我们使用的软件使用 VPN 呢？一定是有的。现在呢，我就用 ExpressVPN 和 Surfshark VPN 来做一下演示。这个功能的实现呢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设置就可以。在设置之前呢，要断开 VPN 的连接。下面开始进行设置，点开这个地方，这是它的设置选项，我们点开。点开以后，选择第一个，它默认的选择第一个。然后呢，这个咱们都不要管。它这边呢，下面有一个选项，这个选项呢，就是选择连接 VPN 的程序。点击设置这个地方，选择我们需要使用 VPN 的软件程序，勾选这一项，然后点击设置。点击设置，这边出来一个对话框。第一个选项是所有的程序都使用 VPN，咱们呢当然不选择这个。第二个选项呢是不需要使用 VPN 的程序。如果选择了这一项呢，这样呢可能选择的项就比较多。因为我们需要使用 VPN 的程序呢很少，一般就是谷歌浏览器或者我们的一些像电报这样的软件，所以呢，我们选择下面这一项，就是仅仅是我们选择的这个项来使用 VPN，我们选择的项可以使用 VPN。好，咱们这里面有了，为了演示一下呢，咱们把它去掉。这边呢，目前里面是空白，我们点着这个加号，就是选择，选择，可以在这里面选择。如果这里面没有呢，可以添加。这边是添加程序，怎么点桌面？因为我们一般呢就添加它的快捷方式。我们选择，好，打开，这里面有了，再选择一项，就是电报软件。打开，都在这，好，都在这里面了。我们选择里面的这两项，我们点 OK，然后呢，这两个程序就到这个对话框里来了。我们选择 OK，如果去掉呢，就选择它以后呢，点击减号。咱们呢就选择这两项，点 OK。下面呢咱们连接 VPN。好，咱们现在连接成功。我们选择的是谷歌浏览器和电报软件，咱们测试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这样。我们打开电脑的浏览器，我们输入 IP。我现在的地理位置是山东省泰安市，我的这个地方。咱们看一下，咱们 VPN 的地址是香港，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咱们的浏览器来使用 VPN，所以呢，它显示的就是不使用 VPN 的我的真实的地址。咱再看一下
谷歌。好，查看 IP 地址。现在就是香港，这个位置是香港，所以呢，咱们就实现了这种程序分流的这样一个功能。我们可以自主的选择需要翻墙的程序。好，这是 Express VPN 的演示。好，咱们下面关掉这款 VPN， 打开 Surfshark VPN。好，咱们在连接之前选择程序，在这个项这选项这个，好，咱们点开。我呢已经选择了，我已经选择了这个地方是应用的这个 whitelist 这个选项，允许选定的应用绕过 VPN， 也就是说呢，如果想让哪一个程序不使用 VPN， 在这里要选，这边呢只有这一个选项，把它勾选上以后，你看我选择的应用，就是我桌面上的这些应用，就是不需要使用的，咱们把它都添加到这里。好，添加的话怎么添加呢？这个就和 Express VPN 是一样的，我们添加程序，在里面找，就是这样添加。好，下面还有一项，就是网站的这个选项，然后如果勾选了以后呢，允许选定的网站绕过 VPN， 就是不使用 VPN。 比如说想添加百度，我们添加网站，输入百度添加，这样这几个网站和咱们上面选择的程序在我们连接到 VPN 的时候就不使用翻墙功能。这个功能呢和 Express VPN 呢设置呢是很相似的，只不过是它这边就一个选项，它不是选择我们需要使用 VPN 的程序，它是反选不需要使用的可以绕过的程序。关于这两款 VPN 的一个简单的设置，也叫它的分流设置呢，我们就讲解到这里。好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